青岛海汇的设计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为一体的人员80余人，其中博士4人、硕士30余人，电检测技术可完成静电放电、电快速顺变脉冲群、浪涌等电磁兼容抗扰度实验，高低温、交变湿热、延误等环境实验及相关电器性能，专注于功率电子技术，提供系统和网络能源解决方案，智能功率调度充电系统应用于新能源公交车及乘用车充电领域。该系统比常规充电系统30%以上的设备损耗，为国内外首创，远远高于同行业水平。会得。